蕾宣组组长，我是林慧安，我是廖英智。是的，相信大家最近在各个店家或是学校各个角落都看到我们的海报，没错。然后在我们很多个站的 Facebook 专页上也有我们很精彩的预告片。是的，然后公演当天不免俗的，我们会卖一些周边商品。对，真的是非常的精美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你们我们到底卖什么。是的，所以请在10月19号礼拜三在话语堂观赏我们呕心沥血、幽默风趣的 The Visitor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依达，我是演剧中里面的经理小姐金奈，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。Hello， 我是 Dan Step， 那里面是演拉索索，就是一个很恐怖。你看哦，我们两个现在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超级大大头族，现在看到我们的头发都是紫的，对不对？哦溜溜，可是呢，在剧中我们是七彩迷迷色，你们想看我们疯狂的造型吗？赶快来这边看到我们的10月19来明星的来明星的时空恶作剧，不见不散。我会选择想要演这个角色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我是 Jaco。我会选择演这个角色，是因为我看完电影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我跟他是非常的像。然后我所以因为我看完那部电影，而且我又是剧本组组长，我看了差不多应该有100遍吧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跟我很像。然后我又知道如何去模仿他，就是像 OK 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。我演他的时候，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那如果真的是要说困难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冷静下来，就是我会一直很亢奋，如果排戏排回家都很累，一直很亢奋。然后在我们公演段期间，在准备期间，我们就跟每个演员，从原本还不认识，到可以互相。会聊天讲话，然后到后来就是会打打闹闹，互相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郭子华。那我一开始会去想要甄选这个角色，是因为他是一个贵族。那他一开始我也并没有说很想要甄选到这个角色，但是因为主要的男演员就只有两个，那后来甄选上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有很喜欢，可是后来慢慢逐渐抓到那个感觉角色的感觉角色。角色的感觉，就是会让我比较觉得有挑战性，然后可以加油，可以达到那个目标，就是对自己的挑战。那排戏的过程有一些困难，是导演他比较想要的感觉。会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矛盾，就比较难阐述出那种心理的过程。那我们演员之间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只要有我们这几个演员，就是场面整修会很失控，然后导演就会头非常大。哦，对，我们这出戏的戏。希望可以圆满的落幕，然后大家都
感情可以，感情，大家多感情很好。对。嗨，我是饰演贝亚克里斯的欧彩莹。然后，其实一开始要就是有那个甄选的名单出来的时候，我会甄这个角色，是因为我完全对其他角色没有兴趣。然后我想说，有甄到就算，有甄到就去演，然后没有也就算了。然后就是。揣摩角色的话，其实就是可以跟困难一起讲，就是其实我的声音好像是还蛮高的吧，然后老师都会希望我一直压低声音，然后可是有时候像我这个角色是饰演一个有一点糊涂的女人，然后她讲话就常常也是会提高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如果我这个声音在提高，然后观众就会好像听不到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因为压低声调是比较难的啦。然后就是整个暑假排演下来，跟大家的感情现在还不错。然后如果是未来的期许的话，就是希望大家公演结束之后都还是可以一起出去玩什么的。很高兴跟大家一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贝亚克里斯的老公永杰。然后Bad face 的，太长了。然后我一开始会甄选这个角色，其实我一开始是甄选另外一个角色，然后是指导老师推荐，让我来演这个角色，然后让我试镜，有给我这个试镜的机会。然后如何揣摩这个角色，因为他是一个男生，然后我之前也没有演过男生，然后我的声音又有点高，就觉得声音高的部分很难听，咳嗽。你听过一见钟情吗？两个素昧平生的人，每天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，遇见相同的人，重复着相同的事，直到某一天，某个开关被转动了。